朋友，你这个成绩，记得你高一都有前十啊，明明底子就还不错，不要把一手好牌砸一手大学啊！加油一点啦，现在距离学测还有273天6小时13分钟47秒，你还有机会。唉。你还好吗？你的脸看起来比楚玉彤还臭哎！啊，我不知道哎，吴宇，我好累哦，社团、课业，还要打那超级多的主持人稿。你知道我上星期在电脑桌前打了一个小时，就只打了7个字，7个字啊！你知道是哪7个吗？不知道哎。主持人剧本第一幕，啪，没了。哎，其实18个字啊。闭嘴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先不要再抱怨了啦，不然要怎么样，你心情才会好一点啊。嗯。哎，不然你可以跳最近很红的那个呦呦呦呦呦。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你是说？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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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，嘘嘘。好丑！好，不理你了啦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不理我嘛。但你可以不理不理左卫门。哦，不要再闹了啦。听说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古董唱片行，哎、哦，还是我们放学去听听看呐、啊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听音乐就对了，听一首不够就听2首。那我们约7点好了。